谁？今天很紧张，因为那个 Sam 大师竟然给我睡过头。他给我睡过头，所以我今天要在这里剃胡子。你要先讲这个是剃头发的啊？这是剃头发的，因为本来以为有个剃胡子的可以剃，但这个是剃头发的，所以没关系了，将就一下，是担心剃不干净而已。我觉得剃不干净耶，哦，之前不行啦，完蛋了。还是你修短一点。其实应该很多粉丝都会觉得很开心，因为大家都一直在念我说为什么要留胡子，就是不一样的。我想说没有工作嘛，就来留留看哦。那今天反正有化妆，我就来哦剃一剃好了，重新有点重生的感觉。哦，啊，真的这样剃怎么剃啊？好难剃哦！你说 Sam 吗？然后我剃不干净怎么办？今天是另外一种风格。今天好多 surprise 啊！今天真的好多 surprise 啊！人生嘛，哦，人生就这样，遇到再解决咯。还是有那个剃胡子的、剃胡须的刀来给我们自录一下，给我们代言一下。刮胡刀。哎，真的不干净啊，怎么办？那就修眉。修眉刀。化妆师在做。哥哥，这是什么？水。OK， 喷吗？可以。修不干净是化妆师在皱眉，但还好啦，就是薄薄的，有一层没那个。但通常我那个可以剃干净。什么东西？这个啊？对啊，我的这个边都是用这个剃的。你用这个剃的？因为它可以贴着。对，就会剃得很贴，我都不会，我都不会有这样一点点。我觉得是不敢，没有鼻子关节那种。哦，是要贴。是要贴着，对，它可以贴着顺着。哦，有这样就比较。就是要把那个皮这样压下去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这样脸都变红了。有吗？嗯，稍微好一点。哥哥，你今天有工作吗？没有。你这里吗？这里比较长。我等一下要去天母吃饭。这么远？对。天母是什么？不知道哎，他们约的。天母很好吃哎，那个什么金凤来。金凤来。金凤来。啊，金凤来很好吃哎。你不是用吃的来记地名的吧？嗯、真的。耶、yeah! ，好了，还可以。哎、欸。我可以啊、哦，我会了，我觉得可以了，差不多。又是个惊喜。今天有工作哦，今天满满的工作，所以剃完干净了，但能不要开心？哎，蛮干净的、啊，耶、yeah ！现在化妆了，开始化妆。